台东天后宮慶成譙4月13号傍晚恭送火王，晚间焚油逐穢后，许多民众也上前过火除穢，祈求平安。哎，现在这就是说来给我们办这个，我们现在多搞的那种的仪式啦，哎，这他来我们这庙的一下过都给我们请个敬畏啊呢，甚至咱对任何人嘛会当静心啦。哦，爱为人若袂当来吼，提衫裤来安过火一下，安尼就会使安尼。哦，爱这是讲道教一个神圣的种的哦，静心的办法安尼啦。14号进行祈安福教，市长张国洲一早就去点斗灯。今天是天后宫哈，我们庆安，就是说今天已经他们建哦整庙哈重建啊来完成啊做这个清交哈都旧旧的对了哈啊，去年真的是我们台东市多灾多难的一年了哈。个人有感说啊，天后宫是我们道教一个哈啊信仰的中心啊，所以说今天个人来啊祈求我们天上圣母啊以及众神佛哈。啊，可以保佑我们台东市在新的一年啊，能够无灾无难，大家更平安。进行发表向天庭申请后，升起天旗，祈请所有神祇前来为地方祈安祈福。台东所在综合报道。